英杰，你想我先代志？秋桂啊，听讲你要甲家己结婚啊，容易哩啊？多谢你。我物件要送你啊。这是我当初要甲你订婚的手指啊，你会记得？ 你搁老坑的哦！我把这手指留落来，是希望讲有一天会当。英杰，莫搁讲啊！我知啦，啊想不到你结婚的对象竟然是我的亲小弟，我这手指留落来无路用，就想要送互你。英杰，我一件代志，我想要问你，你是不是？ 真正爱着秋官啊，英杰，你若是真正爱秋官，这卡手指就当个恁结婚时阵就用得着啊。我嘛唔知影，我到底会该结婚阿袂？是讲对伊印象。 袂歹啦，对啊，其实秋官伊本身袂歹啊，而且伊阁是一个孤儿，需要人照顾。伊嘛是一个真上进的人，伊若留在公司家己斗相共，公司的业绩一定愈来愈好诶。所以即卡手指，就留放在你结婚时阵才阁用啊。免啦，我提出来都已经提出来啊，歹势阁收回去，也是留咧啦。 假使讲我甲秋官闹事了，我会阁去做。大兄，真心祝福你。应该是安怎要约秀慧单独见面的，而且阁送伊手指，敢讲？ 应该对秀慧一直都无法度放袂记的，虽然我即摆会用个公平正大甲英杰来往，啊，不过英杰的心还阁伫个秀慧遐，我是要安怎啊？真有丽玲这么乖巧，这么优秀的查某囡仔，啊，去拄到这么不幸的代志。 这个这么好的人，竟然会拄到这款的代志啊！我是袂使遐送啦，阿婆啊，爱你后事办好势呗。阿嬷，阿嬷，我拢去斗相共啦，阿姨嘛拢办好啊，阿嬷，做你放心啦。对啊，少进这样少年的关心哦，想着现在做艰苦。好啦，阿嬷。 咱家卖想这些艰苦的代志啊，我来讲一个吼，较快乐的代志。嗯，那有啥物快乐代志通讲？我听嘉佑讲吼，嘉佑因阿嬷已经答应嘉佑含小慧两个结婚的。啊，啊，毋过嘉佑阿嬷讲，因若结婚了后，希望等于王家大。诶，谁讲的？迄要哪会用的？我才唔准哦。这个是应该的，啊，不过等下再讲啊。 家佑嘛是王家的孙，卡输伊若帮王家大，这嘛是合情合理啦。好啦，这家佑的代志，伊进来我来甲问我详细啊，伊家己拍算啦。小文辉啊，啊你嘛着因两个的婚事，你嘛小烦恼一下，看啥物时阵甲办办的啊。是啊，我嘛真想哦，互这两个少年来紧来结婚啊。也毋过。 有一件代志，啊，恁两个一定要答应我。有。阿姐，照你讲，我一定照你交代去做。我希望啊，恁两个结婚了，卖你家己店内去做啊。
爸，你要把我赶出去啊？不是要把你赶走了，我是希望你结婚了，有咱新妇的三点来打拼。第三间店？是啊。阿姐，嗯，啊，我都还未学出师咧，我哪发刀去处理，我靠，家己开店啦。所以，从今麦开始，你都要认真打拼好。啊，今麦咱新妇一点，做拢是一寡台湾的点心啦。啊，二店哦，卖水饺、甲刀削面啦。所以我就伫想哦，咱三店哦，来做一寡现炒呀，也是讲有地方口味的物件啦，亲像。新竹公园啦，哦，新竹公园嘿，啊，带咱比过安尼，好好，哎，阿姐，啊，你考一届有遐济项着，我学到民国几年才学晓啦，对啊，而且我要去倒学啊，对啊，你莫听人讲，天下无难事啦，只怕有心人啦，恁两个人认真打拼，爸爸跟恁讲哦，恁一定会成功的。最好最好，咱上大的希望就是讲，咱新妇的店愈开愈侪间，啊，愈开愈旺，对无？最好。阿姐，你来啊？嘿，我来看卖一下。嗯，最近气色有较好啊哦。阿姐。我最近哦有较好啦，连医生哦拢讲我有较进步嘞。对啦，阿姐坐啊。阿姐，你最近哦一定是公务在身，较无闲吼，所以你才无来看我。啊，阿姐真久无来看你，你莫见怪啦。阿姐，你哪安尼讲嘛？你会当来看我，我可足欢喜的啊！对啦，阿静嘞，伊敢好？伊咧无闲厝内面的代志啦吼，啊，较无法度来啦。阿姐，恁无闲恁个啊，你毋免烦恼我啦。我最近哦有较好啊，你毋是讲我气色嘛较好，你放心啦。对啦，阿姐看到你哦，安尼气色较好。而且吼，变得较活泼啦，阿姐确实吼较放心嘛啦。阿姐，手术嘞？哦，伊最近咧办一挂手术啦，伊要出国读册。出国读册？对啦，小帅吼，为着伊较早对你的态度，已经后悔，不要我向伊回事嘞啊。白啦，阿姐。迄天阿静为着我，搁拍伊嘞，我感觉哦，我对伊就歹势。原来小帅要出国去读册哦，莫怪阿静哦，最近拢无闲来看我，一定是替小帅咯，伫整理物件啦。小帅伊真好命，有一个遮尼好个老母伫照顾伊。阿姐，你嘛是啊，你娶到一个足好的太太嘞。阿姐，你是安那？我。阿姐，你哪会讲话嘞？你到底是安那？无代志啦，啊，无代志。阿姐，你莫骗我好不好？无代志。你啥伫艰苦嘞？到底是啥物代志？你紧甲我讲啊！你莫讲梦啊啦！阿姐来是要看你有较好啊无啊？其他代志你都莫问啊啊！我袂用莫问啦，假使我今日无熟识阿婶，我阁会当莫问。不过阿婶，伊对我足好个嘞，伊陪我去看医生。伊阁陪我去买物件，伊阁这么照顾我。好啊好啊，你莫阁讲啊！你若是阮讲着你家庭的代志，阿姐就愈艰苦。阿姐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
天，小嫂来找你，你阿静在你后壁叫出去，结果。是啊，阿静死啊，无可能啊，无可能啊！迄个阿静伫我家搁敢有讲有笑，叫我爱好好照顾我家己的身体，伊搁叫我爱坚强活落去，伊哪有可能死嘞？阿静，你骗我对吗？你骗我对吗？阿静不骗你，你卡死死啊！阿静，你莫伤心嘛。阿静，这么好的人，天公伯是还没有死的。哥，人死不能复生。阿静，你别难过好不好？我求你了。你阿姐一直跟我交代，要我好好照顾你。翠莲，你若是会当了解你阿姐的心意，你嘛要好好照顾你家己，才能讲好，你知无？我知呀，我只是想袂到，阿姐不是离开我家，却发生这种代志。我现在就自责的，你是为了要求小三，跟你无关的，春莲，你一定要较振作的，要较坚强的，安尼病才会好起来。啊！啊！你要买给你的啊！你甲阿芬要结婚要用的啊！我要做啥啦？你怎会算我的囝呢？阿姐要娶某啊！哦，我算做大家啊！我当然要穿一寡物件哦，送我新妇啊！阿婆啊，我最欣赏你的呢！唔知我结婚的时阵哦，大家敢有买这么多物件送我呢？公孙的，阿妈一定会买给你啦，一项都袂甲你拣着啦！啊，有影真忝啊咧！啊，洗几工，我要入来洗一身躯。好啦。哦，加油！你会记哦，今暗你着甲阿婆两个对床呢，吼。好。嘿，阿婆先入来。好啦。啊，你原来较早困，明仔着爱无闲几工咧啊？哈。在啦。在啦。在啦。可以哦。好。到天气。好。哟，多谢你啊。加油。阿辉，阿你家己出来也蛮好，这回也介好。好啦好啦好啦。阿姐啊，阿婆甲我讲啦，讲等你结婚的遐了后，叫我甲志玲带转来住。你随时拢应该志玲带入来啊，唔免讲等我甲文芬结婚了啊，而且我嘛无想要遐尼早嫁。好啦，较早困，好，较早困。看大姐姐的表情，有敢不是真心要嫁给文儿兄呢？啊，不过伊即马无反对阿母的意见，嘛无想要等去姊妹身躯边啊。大姐心肝内到底在想啥？
爸从啥啦？哎，妈在当做新娘呢，那唔卡早困啊？爸，我想要休息。我想要出门行你家。出门行我家。阿文啊，啊平常时吼，你拢无啥物就去灶开呢？你煮啥物件，我爸爸吃。爸，你唔想叫我下晡去学手艺？阮两个人吼都做拍拼来学哟，所以吼，我想甲学来手艺，互你试食看卖。准讲吼，你敢口味袂歹，我再敢请别人食。爸，我是无想要落亏哦。搁再讲，我明仔载都要出嫁啊。我银行吼应该出门行互你食，感谢你这二十多年来对我的照顾，体谅我的温情。我查某囝这么友好，爸爸，爸爸一定要吃看卖，好。爸，吃。哇，这啥物件？爸，这是台南米糕、肉羹、台北烤皮的肉粽，还有中华肉丸。阿文啊，这阵啊，你去学本领吼，真正有这只手艺回来吼。爸，你搁等一下，我后边还搁一碗汤去煮。我已经有够啦。你慢慢吃，去煮凉面就好。等我一下。这个查囡仔到底是要从啥？来来来，菜来菜来。阿姐，收到你呀。对啦。加油啊！真实的哦，这十年啦，你从来唔捌食过阿姐煮的菜，你吃对无？吃看嘛，看好食。阿芬啊，你也吃。甲你讲过，足歹食的对无？我。阿芬啊，你是真过分，你知影？甲爸爸的闹鬼啊！哎呀，真实的啦！阿姐吼是查甫人，较不晓煮菜啦。啊，较早你妈无闲的时阵吼，我咪炸一锅便菜转来。今日我想要煮菜给恁吃。阿姐，袂啦，足好食。真实的。我敢唔相信哦。阿芬啊，好，无要紧，你是嫌爸爸煮的菜无好食呀？你也甲记得我讲，自今日开始啊，爸爸。不爱煮菜，让你吃啦。卖煮就卖煮。在，我查某囝被嫁出去啊！竟然今日搁煮这只菜我吃。爸老对口啦，爸
啊，你是不是不敢我要嫁啊？讲啥啦？爸爸是你心好，弟弟细汉的时阵哦，爸爸才去佚佗的情形呢。啊，到迄当阵哦，都伫遮食饭呢，你搁嫌爸爸煮的食无食。爸，爸，你莫阁讲啊！你莫阁讲啊！爸，你对我的温情啊，我一世人拢用不了，你永远是我上好、上好、上好的爸爸。才要嫁出去呢，爸爸是足希望阿婆会当好家己疼惜。好，阿华，你今日穿这出衫哦，真水，嘿，有一个大家款哟。啊，我头毛洗到安尼哦，真好看了。啊，就想讲哦，来甲洗起来啦。啊，甲顶摆我加落迄头髪毛，加油搁好我嘛。啊，甲倒起哩啊，即摆真方便啦。啊，你好看无？好看，好看。哦，种个大鸡仔扮。啊，好，以后我用电下甲头髪梳起来。好好好。新娘来啊！好，爸爸来哟。阿爸，爸爸。哇，哎呦，你来报名。阿婆，你搁缘投呢？哎，这新娘哦，就是无同款啦。哎呦，你还敢那头呢？真好看，真水，真水，真缘投。哎，阿达今仔阿婆的婚讯也办好势吼。哎，阿华，阿你迄个趁即嘛哦，双喜临门，紧办办呢。阿婆啊，啊，今仔是阿婆娶某好日子啊，那我的代志哦，以后大家就好讲啦。无咯，你都爱说想说。哎，对啦，阿婆，时间差不多，咱好来。对对对，紧嘞，哎，看好时间哦，啊，紧点，莫超过。好，对啦，莫超过。阿婆啊，去到爱讲注意哦，吼，你所爱办的哈，阿婆那后边讲哦。好，欢迎啊，你来。哎，阿婆啊。哈。啊，今天你阿婆办喜事哦，我搁刷落来，让我再加油，搁小费啊！对对对，我加油来紧刷吼，啊，较好卡手哦，紧洗一下，你敢知我是做做啊了？真好真好。哎，阿哥大姐啊，啊，即摆这英杰甲秋官，因两个足好个呢。假使讲伊真正要结婚，你是不是要去主持？当你是咧讲什么？去要请会用个啦，咱就去主持。我来带阿芬啊！阿宝，你是大个歹字哦，怎么阁叫阿叔？阿叫爸爸。对啊。阿宝，从今麦开始，阿叫爸爸。爸。阿宝，今麦我去甲阿芬哦，教好你。我希望好好教阿芬哦，疼惜。爸，你莫安尼讲啦，我一定好好疼惜阿芬的。新娘来啊，爱谢你哦。爱护穷护水，爱
爱知影花家，爱知影甲家己的老师过好势，知无？你放心啦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，乖仔，今出嫁，只不过感觉我这个人是真孤单的。阮希望我早一天会当甲苏华娶回来。苏华，我真正希望你是真心要嫁给我的，我会等你。我希望我有找伴，我希望你莫找人孤孤单单的过一世人。家己一个人常常咧处理这件代志，都无让别人知影。妈有气啊！有一挂代志哦，需要你甲我斗相共。这件代志你千万唔通讲出去哦。我知影啦，你袂晓讲，我当然也袂讲。只是我想要讲一讲，你想要怎样做？是志贤甲秀哟，伊想要开孤儿院啦。我想讲，我先出面咯，替因找一个较好的地点，啊，才交互伊去处理啦。想袂到你今麦遐尼听你说，不是我听你啊，是这个秀玉吼，确实是真得人听。秀玉回来王家这段时间，你写的面店做事，啊，那下班回来，厝内面代志是发落甲好细好细，暗时若要困啊，伊就搁甲我抓哩。有当时我看伊伤过忝，我就叫伊去休困。你知伊安怎讲？伊讲伊二十多年来拢无友好着，起码伊要弥补我。这么好的想法，我是要去多找。妈，伫遐甲你说，因若是知影，一定是感谢你。大家幸福都袂舒服，要见状况，讲什么感谢嘞？对啦，志玲。过一段时间，你嘛都要甲明坤团圆呢。妈，我有甲明坤讲过啊啦，伊是讲伊甲加油合作的公司经营了袂歹。伊想讲过一阵嘛，若是加油万一转来王家，伊想要改建公司收起来，好加油转来咱家己的公司。明坤要家己开公司哦？唔是啦，明坤是想要去美国看地湾。其实明坤跟伊阿母拢做苏联地万的呢，我想讲带伊阿母到阵来去，安尼也好啦，查某囝嫁人啊，也是爱带人去较对啦。妈，秀
帅要去澳洲读书啦，志平要退休，要去国外调养。即马厝内面敢若剩我、甲恁大兄、志贤阿妈讲。妈，还佫有加油啊！伊甲小慧要结婚啊呢。佫再讲，因家甲秋官感情遐尼好，无得靠伊卖结婚呢。到时阵哦，恁都有几撮侪人啊？那袂娶拢无准算啦。妈，你莫想遐尼多啦。我若是有闲哦，就定定转来看你啊。你莫烦恼遮个啦。我即马上烦恼的，就是恁大兄气了。唉，烦恼讲伊食老无老伴啦。即马吼，五十外岁，素凡也是唔肯转来，真是老歹命、老孤孤。我想了都做唔甘。妈，就像像大兄讲的。所以拢唔肯转来，咱大家也无办法啦。对啦，已经叫明坤哦，带妈妈出国去。啊，若敢若剩素华一个人，我就过来想办法，我一个治疗过后。妈，阿公阿母讲，要等到大叔甲林先生结婚了后，伊才要出国啦。哎，安尼，好啦好啦。我先来吼，我你的代志办好势，再搁讲。好啦，妈，我先来等。好啦，阿姐，抓得来。好好好好。来，好啦，好啦。啊，行啦。两岁。加厚加厚。阿妈，好，叫我。真好，今仔是一个真好的日子吼，客户祝福恁娘一头干咯。我是客户。阿妈祝恁吼家庭幸福啦，一生快乐哈。是阿妈，阿即马我阿姑啊，我祝恁两个啊，红阿婆甘心，阿即新妇的店一间开过一间，生意愈做愈大。谢谢阿姑。阿婆阿芬。我祝恁婚姻会当幸福美满。谢谢阿婆阿芬，我祝恁哦，家顺万动。谢谢我感觉一世人做无咯。不要啦！阿娘好多阿娘好多，笑无？容易容易，进来。今仔是阿婆甲阿芬的结婚好日子吼，我是来送礼啦吼。阿婆，阿祝你甲阿芬吼白头偕老啦。迄人讲过啊啦。祝恁子孙万动，人嘛讲过啊，哇，恁那就安尼啦。阿伯，啊你今日来遮吼，阮就足欢喜的啊。你这样搞咧，稍微做啥物啦？收起啦，应该啦。多谢阿伯。爸，阿婆吼，恁妈妈做客户呢。阿婆，今麦你也甲我同款吼，来叫爸爸。稍等咧，加油啊！你安尼讲都唔对啊！志龙是你的老爸啊，啊唔是阿宝的老爸，阿宝的爸爸是文辉。啊，这叫什么拢无要紧啊，今日办喜事嘛，对不？啊，对啦，阿宝啊，哎，今日新娘啊伤忝，先吼再去新娘房休困，啊，较晚吼咱新妇的店办几下桌，请大家吃物件，好，来，进去去。看得好嘿，大家呀，真水真水，阿母，好啦，志良，趁恁即马大家拢伫的时阵，我话爱讲好详细。志良，唔是我心肝上，唔和你甲作华斗阵，但是你爱知影咧，文辉对阿华温情是真大啦，啊你有钱啊，你无欠什么啊？你要娶某，娶遐什么款的某都有啊！啊，不文辉无同款呢，伊若无娶阿花，伊逐项拢无啊呢。我了解你的意思啊，
啊，我来吼，唔是要逼素华啦，啊，因为今日是阿婆甲阿芬的结婚好日子，我是来送礼，顺便也较恭喜的啦。啊，另外，我嘛是为着家友甲小慧的结婚的代志来啦。阿甘已经决定来哦。嘿啊，加油啊！啊，你婆家、你妈妈、甲阿妈讲。有啦，阿妈，妈，爸爸是来看日子啦。啊，我哩想讲这个代志吼，互恁大人处理就好啊。较讲嘛，阮家有较捌代志，家有的好日子吼，我家己看啦。啊，是讲家有啊，啊，若结婚了后，你才要当去王家。阿婆啊。啊，这加油哦！伊若是结婚哦，你就会等于王家另做归宗嘛。无你的代志，你搞较掂咧。我你问伊的意见啦。阿华，阿莲呐，看加油家的意思安怎？我无意见啦。加油啊！阿你的意思咧？阿妈，啊，今天真的这代志啊。我想过要给爸爸一个交代啦，啊，不管讲以后我姓王啊姓林，我永远拢是你的孙啊嘛，对不？阿妈妈，我来结婚了后，一定真友好你呢。好啦，啊，等你大家拢安尼讲啊，志良啊，我同意哦，我家又等于恁王家啦。多谢阿婆，多谢。志良啊。你今日甲阿婆祝贺哦，我是真欢喜啦。我希望讲，当阮阿华甲文辉结婚的时阵哦，你也抱着同款的心情来甲祝贺，嗯？阿婆，到时阵我会送你，而且我嘛考虑好啊，等嘉佑甲小慧结婚了。我要出国。出国？要去倒位啊？多谢你的关心，我家己会拍算。阿婆，明暗阿婆甲阿芬的喜酒，我会去。爸。阿爸。媳妇。阿妈，妈，暗时我会去饮喜酒啦，今晚有代志先走啊。你今日讲这啦？嘿，啊，早嘛爱讲，暗嘛爱讲，啊，即摆讲哪有差？阿母，我先来先陪店无闲吼。哎，我嘛要去。哎呀，阿母，我嘛要去啊。你莫去啊。好啦。好啊，你坐啦，你坐啦。啊，你实在哦。你听我讲嘛。哎呀，阿母啊，刚刚你无感觉到哦？这大姐心肝内也是爱欺负啊。我讲的无唔对啦，这大姐的代志哦，你就让伊家己去决定啦，好不好？好啦。阿爸安尼想，想惯了才艰苦的。我看这件代志对阿爸打击真大。我嘛是安尼认为。加油！我唔是甲你讲过啊，我希望阿爸甲你妈妈会当斗阵。敢讲你？淑慧啊，我这文怀就对我真好。啊，不过有些人无希望家己爸爸妈妈会当做伙。我对不起文怀姐，我袂当对不起阮爸爸。因为这是我妈妈家己的决定。啊，不过这是阿妈的意思。
我知影。就算讲哦，阿妈管得比妈妈，我也无想要叫文遐钱嘛无路用啊。我是感觉哦，妈妈是无迄个心想要等去王家。我是咧想讲，爸阿母今仔来结婚啊啦，过煞嘞吼，过是加油加消费啊。等伊结婚了后，我就做妈妈责任，得用放落来啊。过再讲，消费这查某囡仔真乖啦，因两卡孙也等于王家，一定会得到恁的疼疼，我就免烦恼啊。阿既然伊这么放心。你来家是？淑华，我最后一摆问你，你是不是真心要嫁给林先生？这是已经决定的代志啊。不过，咱依然能做好朋友啊。